拳打过来，这是个捧女啊。来，一拳打过来，这是个女啊，这是什么？轴啊，我现在有用轴劲跟那个箭头打你吗？那个叫什么？心意的粘连嘛，对不对？铝是不是很好用啊？那我一铝，我有没有中定啊？你有没有中定啊？现在，那是心意上没有，因为你在防嘛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一碰你，你觉得你捋一下有没有中定？那你是不是一个放松啊？没有放松，那我一碰你跟我顶啊，那是外加的东西啊，哈。可是你又不是学外加，你会觉得很亏，为什么？那你顶，因为你跑到我这，如果我也跟你一顶啊，大家顶，那你一顶啊，你是不是有点往后仰了？我这么轻松，因为它自然会什么吸你，一吸，然后又有个弹性，然后那我就顺势打你嘛。这都是真实的感觉，所谓讲真实，就是你现场的人的一个真实感觉哈。反而把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人从空中掉过来，这个才是虚幻的，对不对？你喝水就是你感觉。来，再来一个鱼，再来一拳鱼，再来一个鱼。请问来鱼当中有没有铅？这个呢？波，对不对？我说过，来，我这边有没有柔肘？再来，我有没有捋？有没有顺？是你顺还是我顺啊？此时此刻，那你再攻，我再柔肘，是不是有牵？还是我顺呢、啊？这个叫连嘛？看起来他在打我，你怎么打出来？打嘛？我不拨你的。对，他就说已经被偏掉了，因为我实施偏沉嘛，来攻一下，我实施偏沉，对不对？偏是你在偏啊，沉是我在沉嘛，但是偏跟沉你再攻一下看，你怎么攻啊？你往后攻，我还是那个先状啊，是不是连？走连，连是我顺嘛，走是因为你要攻嘛，攻。我是不是连走连人刚攻我走，对不对？我连是不是我顺啊？那你硬要打，你怎么出去的？是这样的东西，对不对？那我还要费力吗？是你打到我这里面有红镜，这个是末端的什么波了哈，所以我随时都在捋，捋了之后才有中定呢，捋了之后才有中定。再来一下，捋了之后才有中定，再来一下就你攻了，捋，哎，他退了，对不对？你看我这个捋，你为什么要退啊？带领我的中定，我如果再直接过去的话，我的中定进。对，我一捋，我有中定，那他如果再过来，他小叶就说他中定就不见了，人都中间的那个力量是消掉的，空的东西。定也没有了，那还有什么招式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来，浑身都是铝啊，啊，这都是铝啊，他为什么不攻啊？他又不是傻子。来，小叶你攻不攻？小叶你刚说一说看，为什么你要攻？因为你给我中定，他这样就定了嘛，定了他就攻了嘛，那我捋一下，他为什么退啊？重心没办法掌握住。他说重心没办法掌握了，来，我是不是在捋啊？来再来，我是不是在捋啊？来再来，你攻嘛哈，我捋是不是有中定啊？来，你攻一下，我捋完了，我有中定，对不对？你再攻嘛，这个我叫发劲了，你知道？那如果要打人呢？当然他今天为我力量，不是打人，我只是掩饰了，你就掩饰打我一拳了。那我这样呢，我是不是让开了？中文我讲让开嘛。再来，我闪一下，我也可以讲闪啊。来，我再讲，来，这叫让开嘛。我让开，但是我有这个，对不对？好，我讲不同的名词来。我让开嘛，我讲让开啦，我也可以讲闪开啊。
来，再来一下。这你进来了，我落空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进来，我就不需要引了嘛。那合起来就是，因为我是块肉，你觉得可以打到我鼻子，对不对？就引你来进来，引进来，落空了，对不对？落空刚刚合集出了，是不是你就退了？再来一下，啊，落空了，合集出了没有？你是不是出去了？只是我出是没有打人了啊，对不对？集出我也不犹豫了啦。我如果引进落空了呢，我还在这，对不对？我引进落空就这样了。啊，刚刚是什么？斑斓锤了，对不对？只是这个栏没有这样打。所以铝来，我就做一个铝，再来我又做一个铝。你不能说我铝完我不能走啊，我现在不能走，我可没有用起啊。只是什么一定是这样吗？而是当下是这样，因为我这边不给力啊，那又在这啊，我再起这就慢了、啊。这个是不是会传导？会不会传导在这？你快点，你不要太小看那个机。我这样进去已经很危险了。对呀、啊。我在人家中间嘛。因为我一捋，在，你看看起来他站得稳哦，其实，在过程当中，他根本就来不及了。他也说实话，不相信这个时候你没有中定。啊，你是看起来站定，你再打吧。那个力量来，或者要退，退之则越处。好，讲完了。